别看他作词作曲的爱情电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谁还能记得你的感动？爱也已自己唱起去变了，菊花的口袋里一粒扣下甩动，被天然的口袋都吃不得飞。现场了，也看到他身上很多的刺青彩绘。你从事我们刺青业多久了？大概有13、14年有。13、14年，但什么？